焦点视频星 Sir 亦学情缘嘅时间，连光幕见到星 Sir 喺度。Hello， 大家好，又系我星 Sir， 黄伟清师傅。嗱，星 Sir， 我知道今集咧又系继续讲呢个风水攞你命三千啊，咁大家会睇到个内容啦。咁但系讲之前咧，大家记得咧就系可以喺影片资讯栏咧揾到星 Sir 嘅联络方法。嗱，嚟紧咧11月咧，我知道星 Sir 咧就会有一个嘅风水课程咧，实体课程嚟噶，咁啊将会开设。咁所以大家咧如果想即系想参加或者甚至乎想索取多啲资料嘅话咧，都可以咧系揾星 Sir 咧咁啊详细联络佢啦，咁去请教睇下嗰个嘅资料到底系点样嘅，好嘛？咁好啦，嗱，成日听到啦，风水啊，我哋要化煞啊嘛，系嘛？呢度又有煞，嗰度又有煞，我哋要吹吉避凶，系嘛？系。但原来有时咧，即系可能化煞失败咧，反而自己咧就中枪啦。咁啊，所以要请教星 Sir 啦。系啊，咁样咧就做咗咁多年风水师，咁样啊，亦都即系自己试过用唔同嘅方法，咁样亦都系网上啊，书本啊，自己搬过好多好多次嘅屋啊。咁啊，感受咗好多样嘢。咁当然一样嘢咧，就系处理小人官非手术呢啲咧，啊，好容易处理得唔好咧，就会容易缠身。咁所以咧，就要教大家点样去揾出有机会会出现呢啲问题嘅事情啦。咁啊，所以有时你个心谂住，我嗰件谂住系化煞嘅啫，咁点不知原来仲衰过以前重，衰多以前重啊！咁原来会出现啲问题啊。好啊，喺节目未开始之前啊。大家记得订阅我哋嘅 channel 啦，点赞、分享、留言啦，好需要、好需要大家支持嘅。多谢收睇焦点视频嘅节目，如果喜欢呢条影片嘅话，请做齐留言、赞好同埋分享，因为呢一啲嘅动作对频道嘅成长相当重要。喺影片资讯栏会见到有主播专业嘅连结，揿入去嘅时候会见到有主播嘅联络方法同埋节目其他嘅资讯。焦点视频系一个知识共享嘅网络电视平台，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可能咁啊，大门口对 lift 啊，嗱，好多时咧，啲人咧一出嗰个 lift 门正前方或者正前方唔系一啲啲，就可能系你个屋企门口咯。好啦，尤其是如果啲旧楼嗰啲走廊咧 lift 出去咧，走廊可能一步或者步半咧就已经到间屋嘅门口啦。嗰啲咧比较压迫啲嘅。好啦，咁好多时咧，啲人咧就会好担心，哎呀，个 lift 咧就会有煞嘅、哦。咁好啦，咁咧就摆啲乜嘢啦？咁啊，坊间咧好多时都会教啦，摆一个叫做狮子化煞啊。咁唔知道大家有冇见过或者睇过？咁点解对住 lift 门会有煞咧？咁样，原来对住 lift 门咧，其中一种煞系咪开合啊？开合，而 lift 其实咧喺呢个卦象当中咧就系属金，好似把铰剪咁样嘅。哦，原来我哋叫做铰剪煞，专揾嘢嚟剪嘅。好啦，咁样咧，就啲人咧就见到呢个煞咧，咁原来咧铰剪煞咧又系属于一粒白虎星啦，吓，咁亦都系属于破军星啊。咁好啦，咁样咧就即系会容易出一啲血光之灾啊。是非小人缠绕啊，咁如果做生意咧，亦可能系会出现一啲可能官非啊，或者欠债等等嘅问题。咁大家咧留意一下，会唔会摆咗狮子？咁摆狮子唔系应该好嘅咩？挡住嗰啲门啊嘛，挡住个煞啊嘛，系咪？咁唔系喎，尤其是你话嗰只狮子可能开咗光咧，可能仲大剂喎，或者加一次喎。啊，点解啊？咁啊，应该同我挡住系好咧。咁我想问啦。你如果你摆咗呢隻狮子喺你屋企嘅门口，你系咪应该要行楼梯翻屋企咧？你应该要行楼梯翻屋企啦，你唔应该搭 lift 啦。啊，点解唔搭 lift 啊？我住40楼嘅，我唔搭 lift， 我点行啊？咁你就唔好摆狮子啦。你一出 lift 门，其实就系你俾只狮子咬翻自己一啖。你谂下，你边有人屋企养只狮子嚟吓自己啊？系咪啊？你谂下。啊，系、哦，原来咧我摆只狮子喺门口，原谂住守门口，点不知个狮子去到你个门口咧，就咧次次呢个猛兽好似凶你一镬咁样，啊，原来咧反而咧就咬伤咗自己主人啊，咁所以冇人屋企养狮子，狮子咧唔系咁样用噶吓，亦都唔系
正常不是摆在家里面或者摆在家里面的，除非在某一些情况之下是可能会用，但是基本上少用。好啦，所以严重会影响自身运气运程，小心被狮子咬回一口，反而呢容易自己中伤得以前重。好啦，第二样嘢呢就是呢摆放面谱挡煞的。在我爷爷的年代呢好兴的。咁以前呢咩沙煲冷餐啊、生铁锅啊、铲啊，係咪咁之前都有讲过啦，係咪咁亦都呢会摆一啲面谱去挡咩，挡一啲小人啦，係咪嚇返咗转头啦，等佢唔好走埋嚟嚇我嘛，係咪嚇返咗转头小人嘛。咁第二样嘢车路嘛，係咪有个人企喺度，有个面谱挡住，好似有个人喺度挡住你唔好撞埋嚟嘛，你见到有人送撞埋嚟係咪等佢呢交通容易出意外嘛，係咪挡返咗转头。咁第三样呢就阴气啦，哇，话说原来呢摆面谱呢会容易呢可以呢震压到嗰啲呢唔好嘅气场喎，挡嗰啲阴气喎。但是通常呢屋企呢摆面谱呢这种情况呢都是会咩呢我见过多次嘅都是挂钩，挂钩比较多。咁其次呢是啦，挂钩个吊钩嘅。咁第二样嘢呢就是呢一系呢就是连续摆几个咁样嘅。咁几个细细个咁样。好啦，咁反而呢摆完之后呢啲客户呢出现啲问题，唔係我叫佢摆呀，我去搵到佢啲问题呀。唔好搞错咗，以为係我叫你摆呀，唔係叫你摆呀， ok。好啦，反而呢会容易呢小人拖累。原来呢面谱呢呢种形态呢係好容易出小人，仲係好阴湿嘅。咁好啦，比较鲜艳啊、红色啊或者五颜六色嘅面谱呢，多数呢嗰啲小人呢小心啲啦，对你嘅笑骑骑啊，随时放毒蛇噶，或者系咧男人见女人系小人，女人见男人系小人啦，唔系 ，sorry， 调翻转，男人见男人系小人啦，女人见女人系小人啦，咁自问啦，即系喂，我同个男上司唔啱，或者我系女性，我同个女上司又唔系好啱，嗱呢啲小人咧特别系会容易出现嘅吓。好啦，咁啊，仲有一样嘢。影响情绪啊，成日发觉疑神疑鬼嘅喎，摆咗呢啲面谱之后咧，即系觉得咧，好似俾人监视住咗，好似你屋企咧养咗个人咧监视住你嘅，边有咁傻啊？即系搵人监视住自己嘅啫，系咪啊？所以咧，好容易咧疑神疑鬼，影响情绪啊。好啦，咁啊，仲有一样嘢咧，原来面谱咧呢种气场咧，好容易吸啲污糟嘢招阴嘅，扮神扮鬼啊嘛，系咪啊？咁所以咧就要小心啲啊，我都唔建议立乱使用啊，咁啊，所以咧，尤其是咧啲，即坦白咁讲啊，曾经亦都好多年前有啲老友啊，或者去旅行啊嘛，我送啲面谱啊，咁啊，就记住啦，唔好送俾我啦，咁我就唔需要噶啦，咁样啦，嗯。好啦，咁第三样嘢啦，经常会用嘅呢样嘢啊，你自己都要用嘅，厕所啊经常都会有㗎，咁就係呢摆放镜子啊，咦咁咪摆镜应该好啊，係咪咁啊可以挡煞嘛，咁好多时呢原来呢就坊间啦，或者我知道呢买一啲即係流传啦，就话哎你出面呢见到医院，咁啊就摆块镜喺度咧，挡住出边啦，咁啊寺庙啦，咁啊又挡住出边啦，咁啊车路啊唔使讲啦，冲埋嚟挡住出边啦，咁啊记住一样嘢啦，镜子咧佢会有吸收嘅作用同埋反射嘅作用，有两种作用喎，所以咧你咧摆个镜咧，其实系要有啲技巧先用得到嘅，你唔好话喂人买你啊买摆块镜啊企喺度咁啊射住出边。我曾经呢做过有一个客呢，唔係一个客，好几个客，咁讲一两个例子啦。咁就係呢喺医院附近嘅。咁见到嗰啲医院啦，又见到成日救伤车出入啦。咁由个厅至到房呢都係同一个线道啦。咁见到个医院。咁呢佢呢就唔知听边个讲啦。就每隻窗呢都会摆一隻镜头挡住出面嗰啲煞啦，等佢唔好有啲煞气冲入嚟啦。咁反而一样嘢呢，佢就摆咗一啲镜呢就出现一啲问题啦。就
将嗰啲倒影咧，系其实我都话啦，佢有吸有反射噶嘛，系嘛？你唔好你净系谂佢会反射，其实佢就吸埋翻嚟。咁所以咧，摆完之后咧，佢又真系好多好多病痛啦。啊，将你医院咧就吸翻嚟，无啦啦咧就即系突然间又话唔知急性乜乜乜，咁啊要入啲医院，咁神奇喎，系嘛？咁原来咧真系风水真系可以攞你命噶喎，咁所以唔好乱咁摆。咁第二样嘢咧就系、是。有啲咧就系话嗰个位系财位啊，咁啊将嗰个位置财位咧教你放大佢啊，倍增啊，咁所以咧就将呢个镜咧就形成咗一种吸嘅作用咧，就令到咧吸埋个财入去喎。哦，咁样点样知吸唔到个财，搞到个人咧痴痴呆呆喎，啊，成日咧都好似咧硬系觉得有啲嘢唔顺，但又讲唔到出口喎。啊，咁原来会有一啲咁嘅情况出现，咁所以咧用镜咧好容易产生一啲不利嘅气场啊，啊会对大家会有啲影响噶。咁尤其是记住一样嘢咧，有啲人咧就好得意啊，摆个镜咧，跟住咧就话咧，同你挡一煞，跟住咧又会摆你自己宗教信仰嘅物件喺个镜嘅后面啊，或者系旁边啦吓，咁样咧祈求咧佢又会同你顶住佢噶喎，啊咁样咧就唔好攞你个神嚟搞啦吓，我可以话俾大家听啊，如果唔系搞得唔好，个神坐得唔稳咧，啊反而咧仲衰多以前重噶喎。嗯，啊咁但系星 Sir，即系我想问多啲少少啦。除咗摆镜啊，你例如咩医院啊、寺庙啊、车路啊，即系有啲冲煞嗰啲，其实除咗摆镜，会唔会仲有一啲乜嘢嘅方法又系可以做到嘅咧？有时即系挡出边嘅煞。嗯，哦，咁样啊，咁其实咧可以摆一啲瑞兽啦，咁开咗光嘅物件啦，咁其实佢都会可以挡到啲煞嘅。咁头先讲啦，镜啦，因为如果佢用一块好普通嘅平面镜咧，就会出现问题啦。镜有几种啦，有平面镜啦，有凸镜啦，有凹镜啦，有放大镜啦，有收缩镜啦，咁你唔好用错咗，有唔同嘅功能嘅。咁其实喺坊间，如果你懂得用，你系会处理得好，但系如果你处理得唔好咧，就反而出反效果。嗯，咁所以其实即系大家观众都听住啦，方法有好多种嘅，只不过有时咧，即系可能无论你睇坊间嘅影片好啊，或者星 Sir 嘅影片好，时间关系啊，我哋一啲免费嘅影片冇可能同你讲咁多噶，系咪先？咁所以咧，大家记得啊，如果喺例如风水上真系已经系即系我哋俗称要领咗嘢，又或者以为有啲疑问、有啲疑难啊，唔明嘅话，咁其实不妨咧详细揾阿星 Sir 咧去睇一睇，俾翻一啲真系专业嘅意见，咁啊可能会嚟之系有一个好嘅效果，系嘛？咁样，如果唔系咧，即系好似要下下都要升常，即系咁样讲啊，试咗先啦。咁其实就即系吓，未必好啦，系嘛，咁啊濑嘢啦。好，咁下一集咧，我哋继续请阿升常啦。好啊，多谢大家，拜拜。多谢收睇焦点视频嘅节目。如果喜欢呢条影片嘅话，请做齐留言、赞好同埋分享，因为呢一啲嘅动作对频道嘅成长相当重要。喺影片资讯栏会见到有主播专业嘅连结，揿入去嘅时候会见到有主播嘅联络方法同埋节目其他嘅资讯。焦点视频系一个知识共享嘅网络电视平台，希望大家多多支持。